太苦了。你看一看，我也快没食物了，不好。苦力怕王，自己加油！会不会搞那个别的东西？已经消失了。为什么这里会有宏伟之木原木啦？可以不要乱放吗？它伸出来了。小 M 哦，有人说武器附加幸运没有用，对啊，就整个废掉啦。武器附加幸运不一定没用，它还是会加虐的哦。好，那我的武器又增加一个新能力了。那个自动维修功能。黑咖啡，嗯，太神了。你看2551之2551，那个东西是洒水器，然后我会再支援你一个那个。抽水机给你，抽水机，对，我还会再支援一个抽水机给你。你要撒哪里的？撒那个农作物啊，它对农作物是有效果的啊。加速吗？对，它会加速生长，然后把老皮的那个水源给它缩小一下，它这样种没有效率。我觉得我根本战神啊，见神杀神，见佛杀佛。哎、欸，好两个神、喔。反、欸、正我干脆直接帮你做好了。见魔杀魔，我没有那个。见神干涉，不是杀神，不能一直杀。没办法做捕鱼的。杀魔，杀魔妹，杀。哎、欸，这边有一个那个遗迹哦，看到一个遗迹了。哦，蜘蛛，洞穴蜘蛛，好像是苦力怕那个苦力怕型蜘蛛。这蜘蛛好硬哦！这蜘蛛太硬了吧！我已经做洒水器起来了，赞！我觉得做多一点那个。黑咖啡给你。啊哪里？你在哪？吸给你。我要再种多一点那个番薯。种多一点马铃薯。哦、对，马铃薯。哎、欸，快帮忙打！快帮忙打！快帮忙打！嗯，这个怪砖，只要攻击他的话，他就一直喷那个小。太超猛的吧！帮忙！自己加油，下回。现在在搞那个别东西。哎、欸，打我干什么？啊！去大家！哎、欸，小米变成这样，死了！神秘的史莱姆。啊！我东西在哪里？我东西在哪里？是抗火啊！有啊，我打他。小米怎么变神秘史莱姆？这你变死的。好多，刚哥自动回血，难怪，好硬哦！哎，我的剑爆了，我的剑爆了！哎，好大头僵尸！哎，从哪边掉出来的？哎呦，没有，哎，你们不要在我面前出现啦！元军已死，啊，有事烧纸，海豹已。先快防啊！对啦，去插火把，谁有火把？哎、欸，不要直接打墓碑，這個、没有打下面那个啊。蜘蛛为什么？这个是我的，被未知打。我吃的、啊，有我这边有薯条。死了！我怎么 TP 整你？这蜘蛛好多、哦。啊！呼呼呼！喂，还有你啊！那边真的是战场，我再也不过去了。再也不过去了，超级战场，急迫是什么？哎，但你不要一直追着我，我他妈最讨厌人家一直对我穷追猛打。没有，就算你是一只蜘蛛也一样。这鞋子啊，算什么鞋？哇，怎么那么会回血啊？对啊，超硬啊！里面的蜘蛛都好像都这么硬吧？先把桥掉，先把桥掉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老皮回来，来敲他生怪砖了、啊！不要敲！不行，这个不敲不行啊！他们太强了啊！啊，敲了！被忽略了。你不是在那后面？我被困住，我也被困住啊！小叶，你在哪里？我在家里。我没食物了啦，我们就要欢乐送。好，我送。因为宝贝还有吗？那边还有吗？没了。没有原料，我要去拿原料。你的德莱树还有吗？大师，他们没有原料的德莱树。
金酸，还有啦，安德什么东西种子的？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，一把一把，安德莉莉吗？对，安德莉莉啊，那什么东西？给我，安德莉莉很重要，在里面，里面很多，你自己捡啊，这我都有都那个道具已经满了，还有个神秘锄，哎，神秘锄头，把带把到安德莉莉哦，安德莉莉算蛮重要的东西耶，还有大师球，我要去收复神奇宝贝了。干什么啦？你在你箱子里面，继续拿吧。哎、欸，不是你，快打，换得上。德莱树，我拿这跟你换。阿西，这是我的头哎、欸。可以吗？这个交换可以。哎、欸，这里有金矿。哎、欸，安德莉莉嘞。哦哟。嗯，怎么有那么多银？你找看啊。中间是要赢开开一口吗？前面都泡烂了，没帮我泡一碗，还敢讲？哦，哎、欸，我的头盔坏掉了。黄金头盔，你要它耐久度高、啊。突然发现没有黄金头盔。神秘锄头，怎么还活着啊？外面还有两只哎。我来打。你挥刀好慢哦。可是攻击很强啊。这么一排兵，外面就明明就三只。哎、欸，小心点，不要靠近我，我挥刀的时候很恐怖的。好。根本怒火，给我砍个两下就挂。这句话超好笑的。真的很强啊！你不相信我？不要靠近我。不要，不要。我挥刀的时候很恐怖哦。哈哈哈哈哈！恐怖、哦。双刀火鸡，双刀火鸡，跟你讲，这不是开玩笑的、啊。老血刀还是没多输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战斗吗？欸、你不是有毅力吗？三刀三下有过，唱片。有何憾？为之牺牲有何憾？那他那个小东西是干嘛的、啊？那东西下面有僵尸。嗯，我看到了，所以是升级插件吗？要什么用？我觉得其实我家蛮安全。海猫，那个小东西是什么用啊？我也觉得你家很安全。我也这么觉得。好吧，现在知道我为什么盖这么高了吧？我要去放火烧别人家，因为我被无视了。啊？哎、欸，干什么？啊、哦，我讲什么东西？我没看到什么东西，我哪知道什么？老平，你可以再说一次吗？不行，我已经回来了。这样子就要烧别人家，我已经回来了。真是一个冲动的男人。对啊，冲动。冲动，冲动不如马上行动。行你个我！他要去烧你家了啦，坏东西。这个啦，这个啦，这个还有这个跟这个。我哪知道？有人说那个是可以种生这个种子，写魔法的东西，写魔法的东西啊、哦，好吧，那下面有用。所以为什么因为我的坟墓不是说坟墓放坟墓区，为什么坟墓放到家门口吗？因为坟墓区已经爆满了，刻满啦、啊。那你可以把一些东西回收啊，刻满了啦。然后说坟墓干嘛？我的刀装个马铃薯垫子怎么做？把银属电池到下面这边这个，下面这个工具台，那我直接拿一个就好。怎么僵尸跑出来了、啊？真的很烦那只僵尸，干什么啦？看刀。嗯？哎、欸，怎么打不到他、啊？那个啊，可能那个。没错，我想说，哎、欸，谁在我这边？插坟墓，插墓碑啊！第六件啊，上面是写江小莲，但是是不是他地没有？那是装饰艺术，因为我觉得你太家，我觉得你家太，我家有是坟场吗？那是装饰艺术，那装饰艺术，蓬阿波克满了，Rock Magic 还没有研究过，对啊，感觉那个还蛮酷的。Oh, 我觉得扩大坟墓没有用、欸啊、就是你。再多次扩大坟墓还是会刻满。对啊，老皮，你看我的西洋剑，讲啊，西洋剑怎么？好像被套了什么紫色的东西。你看我的，你看我手上这把，你是什么西洋剑？那个不是西洋剑吧？西洋剑是西剑内的东西、啊。不是西洋剑，为什么看起来像是那个斧头还是什么东西的？因为它升级之后，它就被有个鬼怪刀，好像被套上紫色的，不知道什么东西、啊。对啊，你有看到我的刀吗？两颗种电光战刀了啊！
对吧？两颗肿瘤，嗯，两颗肿瘤刀，我觉得越来越帅。其实像这样变成这样子之后，还蛮帅的、啊。有人说，要不然我们盖灵骨塔好了？哎、欸，这个提议不错。盖灵骨塔，对吧？我们盖灵骨塔就好，小燕要交给你啦。灵骨塔，黑咖啡，嗯，小燕你新农场有打算要盖哪里吗？就是我现在弄的那个地方、啊，那边。哎、欸，我们先睡觉好不好？我觉得怪好多哦。啊，先睡觉啊？还是说你们要加、啊？要不然你们去忙啊，新冠。新冠。我到等桥已经满了。我、哦、这个王，我打一下破他十几滴，哎，好痛哦！16滴，13滴，打一次扣13滴，哎。可以先睡个觉吗？你是拿着马铃薯吗？拿着马铃薯睡觉？对啊，然后就你在床上，其他人都没有上来。好了好了，我来。其实我也在床上。哦，只是我的床在别的地方。我来。你来，一来。哎、欸，我不能躺、欸，哎，有怪在附近。没办法躺，有关在附近没办法睡啊。这床要再放别的地方，哎、欸，要隔一格哦，要隔一格、哦，记得哦。还、欸、是不行啊，怪太多了啦。为什么你可以躺？没有怪，屋顶有怪吧？那天花板有怪啦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躺，这里可以躺。是不是屋顶有怪啊？没有吧，我躺、欸。屋顶有插火把吗？所以啦，没有啊。可是屋顶没怪了啦，日出了还是、哦？都日出了，啊、日出了，太阳都出来了，太乱了。白天睡觉的时候，大家来乱。你们到底在干嘛、啊？有人说怕死就什么，就说怕死太多次哦，死太多次灵骨塔都不够用啊。没关系啊，我们还是来盖啦，灵骨塔还是要盖啊，不盖的话没办法用。而且为什么黑咖啡？黑咖啡是给你，黑咖啡是给你神秘锄头。哪里？什么？然后我先去收服那个神奇宝贝。我要去上厕所。这个厨艺其实这个没有比较厉害。哎，又比较厉害。本来有鸡啊，小 M 不是我去拿鸡了，还找到吗？来，请问有找到吗？有找到，但是没有找到那个鸡蛋。他说的，在哪边？你在哪边找到的？在海边、嗯。我这个僵尸速度超快的、啊，可以游戏我。你知道射线速度九九九九九九，然后我现在全装备喷掉了。